与张宝仪荣升千万业主后首个生日，39岁袁伟豪高调晒石嘴靓相放闪。袁伟豪 Benjamin 与女友张宝仪于2017年因合拍旅游节目《打工涯世界》而挞着，两人撇后爱得甜蜜且不时传婚讯，彼此早已认定了对方为另一半。日前两人更以联名形式斥资6568.3万元购入清水湾豪宅新盘澳龙，实用面积2205平方尺，连568平方尺的私人花园，尺价近3万元。另外，还再以400万购入两个车位，新居明显是两人的爱巢。Ben 亦坦言买楼是跟结婚有关。昨日是 Ben 的39岁生日，做了业主的他当然好开心，心情靓爆，并于 IG post 了多张他与母亲、女友以及好友庆祝生日的靓相同大家分享。他留言表示，一个意想不到的，一切留在家中的，一个有心的安排，一班街坊，一个妈妈，一个仔仔，一顿丰富的晚餐，一个吉他蛋糕，一个女伴，仍然三字头。他还 post 了他与女友甜蜜嘴嘴的靓相放闪晒幸福。由于 IG Story 表示，人生第一次食吉他，